快乐想去哪走走吗？新北市举办记者会，告诉你。用小朋友的表演来开场，新北市一口气公布了13亮点的活动，其中包含我们每年四月五月是全台桐花纷飞的季节，像是新北客家桐花季，还有碧潭水舞、定向越野、花季艺术季博物馆活动，以及盛大开幕的新北美术馆等等，动态静态的活动都有，大家一起希望能够把新北市好的风景、美丽的地方，然后介绍给大家，就是要邀请大家来参加，从四月一路到六月都不无聊，也首次推出定向越野。我们的美术馆的一个开园活动，因为它已经筹备了很久，是我最期待的一个活动，而且我已经去现场里看过很多次了，希望这个工程能够完工。现场也有不少纪念小物吸引民众驻足，邀请大家奏会来新北气头。TVBS 吴俊伟新北市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